国画街，扫描场所码，呼上预约。金扇，花灯，果仁章，泥仁章。哦，荷花二仙啊，这是，这里是卖麻花的，这全是小麻花啊。这是按斤卖的，对，哇，巨大，还有十八街的，十八街的这个，哦，迷你麻花啊，这是糖瓜，这是糖松，糯米小麻花，哦，也是小麻花啊，哦，加馅的麻花，狗屎汤，哦，这种。这种巧克力喜事林的好的牛奶巧克力，嗯，各种口味，嗯，这东西真全啊，彩色的巴糖，这种硬糖，嗯，这是酸糕，酸酸枣糕，酸枣糕，这是栗子羹吧，是，哦，玫瑰糕，哎，这红的是什么，其实这就是那种放了糖霜的，这是果仁章了，刘月星的麻酥糖，这是十八一盒，里边是两个味道四小包，一盒一盒六到天津快板，那是干嘛，哦，金箍棒啊，那个灵芝呆呆，那是孙悟空吗，泥人张世家祖传的老店，好多泥人张啊，嗯，啊，这太亮了，这拍不了，梨水、红果水、竹叶水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孙悟空猪八戒那饼最经典的，嗯，这个做的没以前好玩了，奥特曼的来，这是什么，唢呐，这你唢呐是大喇叭，这是什么呀？就是唢呐，就是那大一岁，没有葫芦啊，这边笛子，笛子那是。你听什么？世界上只有妈妈好。会这个？流行的你也不会呀。葫芦呀。够狠，这太简单了。太简单，来个好听的。往那个笑好像是，繁荣繁荣，嗯，不是我们一时所在，这是张军吗？这是啥呀？这是，这是哪段？这是哪段？一剪梅啊！哦，一剪梅哦，这个声音正啊！对，就爱听这个。丝滑呀，感觉，嗯，像到了那个西川的版纳了，到大风雷子的脖子了，这吹的真好，对，你来个切腹自尽，葫芦丝最有名的就这个曲子，现在都忘了这个，人们都忘了都，嗯，这个好听吧，好听好听，转经筒。山楂松柏糖，这呀，这不是那个魂斗罗吗？世间天后宫，天津天后宫俗称娘娘宫，这是什么麒麟吗？